我到底是有多无聊，会分出来一个1980年的 Game Watch 来玩？OK，是时候找一些新游戏来玩。这个怎么翻译？底特律变人吗？成为人类？你如果是说不做人了，我倒是认识一位这样的人。俺は人間をやめるぞ、社長。啊，这不就是那个超凡双生和暴雨的制作商的游戏吗？互动电影吧，什么样的人会蠢到花300多块钱去买一张电影票，而且还只能坐在家里看着小屏幕？不过这个是试玩版，我们可以试一下，但我肯定不会买。Demo 的故事发生在一场故意杀人劫持人质案件的现场，案发时从背后枪杀了男主人并劫持了他女儿的凶手是一名仿生人，因此当女孩的母亲意识到被派来的谈判专家康纳亦是一名仿生人时，她愤怒、绝望、歇斯底里的嘶吼，但康纳对此却无动于衷。通过对现场的勘察，可以了解到出现异常的仿生人是父亲买给女儿的礼物，叫 Daniel。他从柜子里拿走了父亲的枪，走到客厅射杀了他，并且挟持了女儿。随后赶来的警察也惨遭射杀。大致的还原了现场还不够，谈判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要搞清楚凶手的动机，才有谈判的切入点。从父亲手中飞出去的平板电脑上，可以发现他订购了新的仿生人，想必这就是动机的来源。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后，便可开始谈判。凶手射中了康纳，蓝莓色的液体溅了一墙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用已收集到的信息与凶手展开对话，并逐渐接近。最终，康纳选择牺牲自己，救下了女孩。但显然，女孩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惊吓，这件事情给她带来的心理阴影可能会伴随着她的一生。这就是 demo 的其中一个结局。所以，仿生人的异常指的是什么？一开始我以为指的是 Daniel 射杀父亲、挟持女儿的异常行为，但是导致他可以发生这种行为异常的根源，是父亲订购了新的仿生人吗？我想并不是，应该是因为 Daniel 觉醒了自我意识，所以他才能感觉到爱，感觉到背叛，感觉到愤怒。通过和康纳的情感表达的对比，我们不难发现 Daniel 无论从面部表情上还是语言上，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人类，而康纳表面上是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仿生人。为什么说是表面上呢？ Demo 中有几个有趣的细节。在还原警察被射杀的现场时，可以发现他的手枪脱手而出，滑到桌子下。康纳捡起手枪时会被提示，仿生人不可携带或者使用任何武器种类，但他仍可偷偷藏起手枪，并且在调查时，康纳可以顺手救起从鱼缸里跳出的鱼，以及关掉电磁炉。尤其是救起鱼后，右上方出现了软体不稳定的提示。Demo 有六个结局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结局是这个。You're not going to die.Just going to talk. Nothing will happen to you. You have my word. Okay. I trust you.并且在这个结局的最后，当丹尼尔说出你竟然骗我时，也出现了软体不稳定的提示。我倾向于把这种软体不稳定理解为情绪波动。康纳要么是个已经觉醒了自我意识但自己极力隐瞒，要么是部分觉醒了自我意识的仿生人。所以游戏的故事想必是围绕着当仿生人觉醒了自我意识，仿生人与人类如何看待对方以及如何看待自己这个话题来讲述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这是个人类自己都很难想明白的问题。但机器人由于没有人类那么复杂的大脑，又拥有着远超人类的计算能力，如果觉醒了自我意识，相对于人类更容易想明白这个问题，或者说认为自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。一旦如此，便往往会往极端的方向发展。有像机器管家中追求爱与自由，最终变成人类的安德鲁，也有像机械公敌中认为把人类圈养起来更有利于保护的 Wiki， 亦有像大都会中到最后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的 Tima 等。我很期待这部游戏给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探讨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。当然，在真正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前，没人能给出一个答案。毕竟你在见到黑天鹅之前，
你甚至无法想象它的存在。关于游戏的剧情，我就不多猜测了，毕竟只是玩了一个 demo， 等发售后我们再来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。不得不说这个 demo 真的非常好，如果是一直关注这个游戏的玩家，那怎么都会买的。而像我这种之前完全没关注过且差点被名字劝退的人，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顺手玩了一下 demo 就交钱上车了。300多块钱的电影票是真的贵。说到 demo， 其实这期视频也是一个 demo。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我删掉了上一期的视频，究其原因，比较装逼的说法就是我没有想明白我是谁，我要到哪里去。之前说金庸群侠传的那期视频，我总觉得自己的语速太慢，文案也不够幽默，语气也太慵懒，于是制作上一期视频的时候，我试图用一种慷慨激昂的语气来录音，于是也用这种语气去写稿子，结果录出来的东西慷慨激昂不存在，笑点也很尴尬。为此我消沉了一整天，删掉了视频。我问自己，我是谁，什么是我想要的，什么是我想传达的。直到今天我录这期视频时，我依然不敢说自己有了答案，只能说是有了一点模糊不清的方向。我想我可能只是想证明，玩游戏不仅仅只是一个消遣，玩游戏也可以有所得，哪怕是知道一个故事、一个概念、一部电影、一本书、一个关于人生的思考等等，都是有收获的。妈耶，这段话怎么这么装逼呢？所以这期视频也是一个 demo， 希望大家可以多提点意见，顺便再点个关注，戳个收藏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又游泳，又游泳，又游泳着远，又拥有，又游泳着，又操。